警员在星期四下午五点几在柴湾农药径发现这三个人神色慌张，形迹可疑，于是上前截查兼搜身，并且在附近山边一间石屋入面检获一批武器。因为我们就发现到入面有一些物品，包括了有一些弹壳，大约是有800粒到的，亦都有是200粒的弹头到，亦都有一些是怀疑是火药的物体，亦都是有一些物品是要来制造这些子弹的，相信是将这三样物体制成一些子弹的。另外我们亦都找到一些化合品，化合品就是包括了有一些龙酸，亦都是有一些硝酸胺，同埋就是有一些硝酸钾，相信咧呢啲物品咧系可以去制造成系爆炸品嘅。可唔可以讲多少少，即系关于头先话即系制作子弹嗰个过程，暂时推断或者估计系应该系即系点样嘅运作方法？嗱，因为咁样嘅咧，我哋见到咧喺现场入边咧系有弹壳，一啲空咗嘅弹壳，有一啲弹壳咧入边咧系火母咧系经已系被打过嘅，而有一啲咧系冇打过嘅，即系纯粹一个空弹壳嚟嘅。我哋亦都咧喺入边咧揾到啲嘅弹头。個彈頭咧係圓滑嘅，唔似係一啲係被已經係我哋叫做係發射咗嘅彈頭嚟嘅，亦都咧就揾咗一啲嘅火藥嘅成分。咁啊，相信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係將呢幾樣嘅嘢咧，就用一個好簡單嘅機器咧，就將佢咧夾成一個可以發射嘅子彈。其中一個疑犯被警方押翻去小西灣富怡花園嘅單位搜查，至星期五凌晨離開。警方在单位入面捡走一批证物。东网记者陈淑仪报道。